ตัวไอ้ต้อมเดียวว่าพี่จำรู้ตัวไอ้ด้วยโอ้จับเจ้าไอ้ตัวเดียวโอ้โหอาตุยหลังทางนี้ครับทีนี้นะฮะผมยกไอ้ก็ไม่เจียวโอ้จับเจ้าก็ไม่เจียวอันนี้เราโอ้ไอ้กวนเจ้าเจ้าตั้งไปตัวไอ้ตัดเขาไอ้ชิโมคาเป็นพลเรือนเนี่ยตัดเขาชิโมด้วยดักคุณยังดูตั้งหูก็ดูวันพระเราตัวเลยตัวออกมา
人间社会而困难。啊，最后祝各位大家，大家身体健康，做无见。大众集结。感谢点燃支持杯，感谢点燃支持杯，感谢点燃支持杯，请坐下。Equandao's objectives. Equandao is the very quintessence of the 5,000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Equandao is preached for the objectives as follows: worship the heaven and earth, salute to the god, be patriotic to the country and devoted to duties, be appropriately behaved and courteous, respect parents in filial piety as well as teachers, trust friends and neighbors, rectify our sins toward righteousness, honor 5 ethics and 8 morals, elucidate sagacious doctrines, faithfully observe guiding rules, clarify our mind and purify ourselves out of worry, restore to our very nature, enlighten our intuitive ability and conscience, regulate ourselves and others alike, enlighten ourselves and well-being for the entire world. Copied from Equandao's Association. 道之宗旨尽，先地礼神明，爱国忠志敦亲，同礼孝父母，众之尊信朋友，和乡邻改恶相，善讲明五伦八德，阐发五教，圣人之傲止克，尊四为纲常之，古礼喜新涤虑，借假修真，恢复本性之自然，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己利利人，己达达人晚，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济，世界为大同。莎士比亚的名言佳句，莎士比亚名言录点 html://mengrin/meequals%e%a%b%a%b%e5%a3%ab%e6%af%94%e4%ba%90%。与其做愚蠢的智人，不如做聪明的愚人。莎士比亚谦逊是最高的客气功夫。莎士比亚口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悬空的希望，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莎士比亚爱情，它会随着全身的血液像思想一般迅速通过了五官四肢，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双倍的效能，它使眼睛增加一重明亮，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鹰炫目，恋人的耳朵听得出最为气的声音，
任何鬼祟的奸谋都逃不过他的知觉。猎人的感觉比袋和瓜牛的触角还要微妙灵敏。猎人的舌头是善于辨味的巴丘斯希腊酒神，显得迟钝。莎士比亚一个面具套不下所有人的脸，莎士比亚，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倘不拿出来贡献于人世，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莎士比亚最后的结果确定工作的成败。莎士比亚智慧是命运的一部分，一个人所遭遇的外界环境是会影响他的头脑的。莎士比亚，我们做的坏事往往因为正好迎合下等人的口味，就被他们高声夸奖，说成是我们办的好事。莎士比亚志向不过是自己的努力，生气勃勃地降生，但却很难成长。莎士比亚，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园圃，我们的意志是这园圃的园丁。莎士比亚出门看天气，上是问行情，莎士比亚春光不自留，莫怪东风恶。莎士比亚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莎士比亚自愿的贫困胜于不定的浮华，穷奢极欲的人要是贪得无厌，比最贫困的而知足的人更是不幸的多了。莎士比亚无言的淳朴所表示的情感才是最丰富的。莎士比亚无言的淳朴所表示的情感才是最丰富的。莎士比亚真正勇敢的人应当能够智慧地忍受最难堪的荣辱，不以身外的荣辱介怀，用其是宁忍的态度避免无谓的横阔。莎士比亚多听少说，接受每一个人的责难，但是保留你的最后裁决。莎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照亮别人，否则等于没用。莎士比亚友谊在别的事情上都是可靠的，在恋爱的事情上却不能信托，所以恋人们都是用他自己的唇舌，谁生着让他自己去传达情愫吧，总不要请别人代劳。因为美貌是一个女巫，在她的魔力之下，忠诚是会在热情里溶解的。莎士比亚世间的任何事物追求时候的兴致总要比享用时候的兴致浓烈。一艘新下水的船只扬帆出港的当儿，多么像一个娇养的少年给那轻狂的风儿爱抚搂抱。可是等到他回来的时候，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船帆也变成了百节的破纳。他有多么像一个落魄的浪子，给那轻狂的风儿肆意欺凌。莎士比亚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莎士比亚一个本领超群的人，
必须在一群劲敌之前，成才能够显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莎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名誉是一个的外貌。莎士比亚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心如止水的神气，故意表示他们的冷静，好让人家称赞他们一生智慧深沉，思想渊博。他们的神气之间好像说，我的说话都是纶音天语，我要是一张开嘴唇来，不许有一头狗乱叫。我看透这一种人，他们只是因为不说话博得了智慧的名声。可是我可以确定说一句，要是他们说起话来，听见的人谁都会骂他们是傻瓜的。莎士比亚每一个被束缚的奴隶都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手挣脱他的锁链。莎士比亚凭着日归上前思的阴影，你也能知道时间在偷偷地走向亘古。莎士比亚草率的婚姻少美满，莎士比亚苦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格，非常的遭遇可以显出非常的气节。莎士比亚本来无望的事，大胆尝试往往能成功。莎士比亚思想是生命的奴隶，生命是时间的弄人。莎士比亚庄严的大海产生蛟龙和鲸鲵，清浅的小河里只有一些供顶足美味的鱼虾。莎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莎士比亚一个使性子的女人，就像翻腾的浊水，纵使口干舌燥也不愿啜饮一口。莎士比亚真实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莎士比亚无论男人女人，名誉是他们灵魂里面最切身的珍宝。谁偷窃我的钱囊，不过偷窃到一些废物，一些虚无的幻值，他从我的手里转到他的手里，他也会做过千万人的奴隶。可是谁偷了我的名誉去，那么他虽然并不因此而富足，我却因为失去他而成为赤贫了。莎士比亚，不要污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否则你将以生命的危险重重补偿你的过去。莎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因为我们的德行倘不能推及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莎士比亚爱情的鲜艳的容色和热烈的心也会因困苦而起了变化。莎士比亚最恶劣的事态总有一天告一段落，或者逐渐恢复原状。莎士比亚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莎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真的爱情。莎士比亚宁愿做一朵篱下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蔷薇。与其逢迎献美，偷取别人的欢心，无名被众人所鄙弃。莎士比亚任何恶德的外表也都附着若干美德的标志。莎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在伸手时化作甜蜜。莎士比亚不如意的婚姻好比是座地狱，一辈子鸡争鹅斗不得安生，相反的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就能百年协和，幸福无穷。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可是不要过分狭隘。莎士比亚如果一年到头如假日，岂不像连日工作那样疲乏？莎士比亚若是一个人的思想不能比飞鸟上升的更高，那就是一种卑微不足道的思想。莎士比亚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也必须在他的德性的光辉照耀到他人身上发生了热力，再有感受他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能体会到他本身的价值。莎士比亚富贵固然和友谊的好坏无关，但是贫穷却最能考验朋友憎爱分明的真假。莎士比亚不速之客是在告辞以后才最受欢迎。莎士比亚无言的纯洁的天真，往往比说话更能打动人心。莎士比亚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不如做聪明的愚人。莎士比亚闪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动听的语言并不都是豪华。莎士比亚华夏再富丽堂皇，也只是坟上楼阁。莎士比亚明智的人绝不坐下来为失败而哀嚎，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加以挽救。莎士比亚道德和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堕落的子孙可以把危险的门第败坏，把巨富的财产荡毁，可是道德和才艺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配的神明。莎士比亚黑夜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但却使耳朵的听觉更为灵敏。它虽然妨碍了视觉的活动，却给予了听觉加倍的补偿。莎士比亚自有戏剧以来，他的目的始终是反莎士比亚，充实思想不在于言语的富丽。莎士比亚在时间的大钟上只有两个字，现在。莎士比亚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早逝。莎士比亚千万人的失败都有是失败在做事不彻底，往往做到离成功上差一步就终止不做了。莎士比亚情欲犹如
炭火，必须使它冷却，否则那烈火会把心儿烧焦。莎士比亚对自己不信任，还会信任什么真理？莎士比亚心中充满旋律，能渗透到人们的心灵。莎士比亚，我的言语高高飞起，我的思想滞留地下。没有思想的言语永远不会上升天界。莎士比亚美貌和智慧很少结合在一起。莎士比亚让我指点20个人做人的道理，倒还容易，可是要我做这20个人中间的一个，奉行自己的教训，就没那么简单啦。莎士比亚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凡事必须三思而行。莎士比亚道德和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贱的门第败坏，把巨富的财产荡毁，而道德和才艺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朽的神明。莎士比亚人若神经紧张，说东道西，就会犹豫不定，反把事情耽误了。耽误的结果是叫人丧志气连，寸步难移。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但不要狭腻。莎士比亚起先的冷淡，将会使以后的恋爱更加热烈。莎士比亚如果要别人成醒，首先要自己成醒。莎士比亚当命运突然改变了心肠，把他的宠儿一脚踢下山坡的时候，那些攀龙附凤之徒本也跟在他后面匍匐披行的，这时候便冷眼看他跌落，没有一个人做他患难中的同伴。莎士比亚才忍藏着锋利的牙齿。莎士比亚终成因为努力的狂妄而变得毫无价值。莎士比亚人生就像是一匹用善恶的丝线交错成的布，我们的善行必须受我们过去过失的鞭挞，才不会过分趾高气扬。我们的罪恶又赖我们的善行把它们掩盖，才不会完全绝望。莎士比亚，我可以教训20个人，吩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做这20个人中间的一个，履行我自己的教训，我就要敬谢不敏了。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莎士比亚装傻的好也是要靠才情的，他必须窥伺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了解他们的身份，还得看准了时机，然后像窥伺田野前每一只鸟雀的野鹰一样，每个机会都不放松。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莎士比亚一切朋友都要得到他们忠贞的报酬，一切仇敌都要尝到他们罪恶的苦悲。莎士比亚没有德性的美貌是转瞬即逝的，
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有一颗美好的灵魂，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莎士比亚，万事总需首权力派，不能再问良心。莎士比亚爱和叹相同，烧起来的没法叫它冷却。莎士比亚一套衣服一顶帽子的是要时髦不时髦，对于一个人本来是没有什么相干的。莎士比亚只需一阵烈风就能把乌云吹散，并不是每块乌云都能引起一场风暴。莎士比亚失去了诚信，就等同于敌人毁灭了自己。莎士比亚，我荒废了时间，时间便把我荒废了。莎士比亚，爱情是叹息吹起的一阵烟，恋人的眼中有他进化了的火星，恋人的眼泪是他激起的波涛，他又是最智慧的疯狂，更喉的苦味，吃不到嘴的蜜糖。莎士比亚，青春是块原料，迟早要制作成型。莎士比亚，青春的特征乃是动不动就要背叛自己，即使身旁没有诱惑的力量。莎士比亚，若有汗烟，其实岂知莎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莎士比亚，人的一生是短的，但如果卑劣抵过这短短的一生，就太长了。莎士比亚，您的花言巧语对于了解您的人来说是足以泄露您的空虚和弱点。莎士比亚，人在不走运的时候总是带出一副老。莎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风。莎士比亚，报复不是勇敢，忍受才是勇敢。莎士比亚，自古红颜多薄命。莎士比亚，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灵性，多么伟大的力漂亮，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漂亮的阐发给俊俏的脸蛋平添光彩。莎士比亚，直到再找不到对手才收藏起自己的剑锋。莎士比亚，人生苦短，若虚度年华，则短暂的人生就太长了。莎士比亚，酒池上得来的朋友，等到酒尽樽空，转眼成为路人。莎士比亚，时间老人自己是个秃顶，所以直到世界末日也会有大群秃顶的徒子徒孙。莎士比亚，爱情不是花印下的甜言，不是桃花园中的蜜语，不是青年的眼泪，更不是死硬的强迫。爱情是建立在共同语言的基础上的。莎士比亚，天色越是晴朗空明，越显得浮云的浑浊。莎士比亚，名字有什么关系？把玫瑰花叫做别的名称，它还是照样芳香。莎士比亚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结，
莎士比亚音乐有一种魅力，可以感化人心向善，也可以诱人走上堕落之路。莎士比亚谁想要马高山夷为平地，当一座山推倒以后，另一座山又已经堆了起来。莎士比亚毒药有时也能治病。莎士比亚从各方面对习俗的质疑，是每一个莎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真诚的爱情永不是走一条平坦的道路的。莎士比亚没有力量的意志，就如同假装士兵的莎士比亚生命的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遥远的后世。莎士比亚时间正像一个趋炎附势的主人，对于一个临去的客人不过和他略为握握手，对于一个新来的客人却伸开了两臂飞也似的过去抱住他。欢迎是永远含笑的，告别总是带着叹息。莎士比亚不应当急于求成，应当去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锲而不舍，时间会成全一切。凡事开始最难，然而更难的是何以善终。莎士比亚大海有涯岸，热烈的爱却没有边界。莎士比亚，我们宁愿重用一个活跃的侏儒，不要一个贪睡的巨人。莎士比亚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统。莎士比亚爱和叹相同，烧起来的没法叫它冷却。莎士比亚，假如我必须死，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把她拥抱在我的怀里。莎士比亚没有比正直更富的遗产。莎士比亚血液中的火焰已燃烧起来，最坚强的誓言也就等于草杆。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莎士比亚白糖上面浇蜂蜜，蜂蜜上面盖白糖。莎士比亚心灵的伟大表现的并不明显，因为莎士比亚尿泡虽大无精，平陀虽小压千金。莎士比亚有德的妇人，即使容貌丑陋，也是家庭的装饰。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莎士比亚演戏的好像总是那三个人丈夫。莎士比亚竟由爱早还是爱逐进先。莎士比亚勇气是在磨练中生长的。莎士比亚爱和叹相同，烧起来得设法叫他冷却，让他任意着，那他就要把一颗心烧焦。莎士比亚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可是热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灭弃不顾。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
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樊篱。莎士比亚，你要看见朋友之间用的这不自然的礼貌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感情已经衰落。莎士比亚生命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辽远的后世。莎士比亚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是变化无常的，每个月都盈亏圆缺。你要是指着它起誓，也许你的爱情也像它一样的无常。莎士比亚最深刻的真理是最简单和最朴素。莎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患难相济，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莎士比亚，人世间的和光荣往往产生在罪恶之中，为了身外的福名牺牲自己的良心。莎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莎士比亚，正像太阳会从乌云中探出头来一样，不依粗浮，可以格外显出一个人的正直。莎士比亚，谁告诉我真话，即使他的话里藏着死亡，我也会像听人家恭维我一样听着他。莎士比亚，一切礼仪都是为了文饰那些虚应不实的行为，言不由衷的欢迎，出尔反尔的殷勤而设立的。如果有真实的友谊，这些虚伪的形式就该一律摒弃。莎士比亚，我承认天底下再没有比爱情的责罚更痛苦的，也没有比服侍他更快乐的事了。莎士比亚，宅门八字朝南开，有礼无钱莫进来。莎士比亚忠诚的爱情充溢在我的心里，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莎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的华丽精致，会把平行线刻上美人的额角，会吃掉稀世珍宝，天生丽质，什么都逃不过他横扫的镰刀。莎士比亚，英雄失时把头低，凤凰落甲不如鸡。莎士比亚，任何一种兴趣都包含着天性中有心。莎士比亚，有力的理由造成有力的行动。莎士比亚，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莎士比亚，抛弃时间的人，时间抛弃他。莎士比亚，在紧张的行动中间，言语不过是一口冷气。莎士比亚，良心无非是懦夫们所用的一个名词，他们害怕强有力者，借他来做旁塞。莎士比亚，洪水可以从涓滴的细流中发生。莎士比亚，爱情里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真的爱情。莎士比亚，淳朴和忠诚所呈现的礼物总是可取的。莎士比亚，有德必有勇，正直的人绝不胆怯。莎士比亚，情为无价宝，慎为护身术。莎士比亚，有德必有勇，
正直的人绝不胆怯。莎士比亚为鉴，往往是非野心的阶梯，凭借着他一步步爬上了高处。当他一旦登上了最高的一级之后，他便不再回顾那梯子，他的眼光才夺目仰望云霄，瞧不起他从前所视为凭借的低下的阶梯。莎士比亚最理想的境地既不可达，人往往不知退而求其次。莎士比亚和狐狸打交道，你必须比他更有心。莎士比亚生平富足的盛世突然养成一匹懦夫，困苦永远是坚强之母。莎士比亚强有力的理由产生强有力的行动。莎士比亚熄灭吧，熄灭吧，瞬间的灯火。人生只不过是行走着的影子。莎士比亚要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理智和情欲不能保持平衡，我们血肉的邪心就会引导我们到一个荒唐的结局。可是我们有的是理智，可以冲淡我们汹涌的热情肉体的刺激和奔放的淫欲。莎士比亚虽然权势是一头不直的熊，可是金子可以拉着他的鼻子走。莎士比亚好酒无需招牌，莎士比亚有很多良友，剩余有很多财富。莎士比亚无数人世的变化孕育在时间的胚胎里。莎士比亚老实人从来不吃亏，莎士比亚为的之前是请求，记得之后是命令。莎士比亚爱情的野心使人备受痛苦。莎士比亚酒池上得来的朋友，等到酒尽樽空，转眼成为路人。一片冬天的乌云刚刚出现，这二飞虫们早就躲得不知去向了。莎士比亚不管饕餮的时间怎样吞噬这一切，我们要在这一席尚存的时候努力博取我们的声誉，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莎士比亚不良的习惯会随时阻碍你走向成名获利和享乐的路上去。莎士比亚傻瓜的迟钝是才子的磨刀，使莎士比亚我们一个指头痛疼的时候，全身都会觉得难受。莎士比亚善恶的区别在于行为的本身，不在于地位的又无。莎士比亚金钱是个好兵士，有了它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莎士比亚愚人的蠢事算不得稀奇，聪明人的蠢事才叫人笑痛肚皮。因为他用全副的本领证明了自己的愚笨。莎士比亚诡计需要伪装，真理喜欢阳光，莎士比亚爱比杀人重罪更难隐藏。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莎士比亚爱你自己要爱在最后，真爱那些恨你的人。诚实比起腐败会给你赢得烈多的好处，在你的右手里永远举着温顺的和平之
免得嫉妒之徒说闲话。做人要公正，不要怕。你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应该是你的国家、上帝和真理所要达到的目的。莎士比亚谣言会把人们所恐惧的敌方军力增加一倍，正向回声会把一句话化成两句话一样。莎士比亚轻浮和虚荣是一个不知足的贪食者，他在吞噬一切之后，结果必然牺牲在自己的贪欲之下。莎士比亚老实人就是傻瓜，虽然一片好心，莎士比亚谣言是一只凭着推测、猜疑和臆度吹响的笛子。莎士比亚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凿是莎士比亚为失策找理由，反而是该失策更明显。莎士比亚习起那个怪物，虽然是魔鬼，会吞掉一切的羞耻心，也会做天使，把日积月累的美德善行熏陶成自然而然而令人安之若素的家常便饭。莎士比亚没有比正直更富的遗产。莎士比亚同一的太阳照着他的宫殿，也不曾比了我们的草屋。日光是一视同仁的，莎士比亚诚实比起腐败会给你赢得更多的好处。莎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风，莎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结果总是在骄傲中毁灭了自己。莎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莎士比亚任何大人物的张氏，无论是国王的冠冕受政的宝剑大将的琼标，或是法官的礼服，都比不上仁慈那样更能衬托出他们的庄严高贵。莎士比亚什么地位、什么面子，多少余人为了你这虚伪的外表而顶。然而身为莎士比亚，老实说，毕竟有许多大人物尽管口头上拼命讨好平民，心里却一点也不喜欢他们。莎士比亚一个人无论有着什么奇才异能，当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别人的身上，他就等于一无所有。也只有在把才能发展出去以后所博得的赞美声中，才可以认识他本身的价值。莎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他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在身受时化作甜蜜。莎士比亚没有什么事是好的或坏的，但思想却使其中有所不同。莎士比亚人生就像于短重复叙述的故事一般，可见莎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离口，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莎士比亚被认为是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心里有莎士比亚，你的舌头就像一匹快马，它奔得太快，会把力气都奔完了。莎士比亚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莎士比亚命运如娼妓，
听见遭遗弃，莎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真的爱情。莎士比亚生命在发展中得到延长，因为思想莎士比亚两个人骑一匹马，总有一个人在后面。莎士比亚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身蹭蹭，一事无成。莎士比亚传播思想，无损于思想的传播者。莎士比亚，我们所要做的事，应该一想到就做，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变化的，有多少舌头，多少手，多少意外，就会有多少犹豫，多少迟延。莎士比亚，你写诗句，和他交换着爱情的纪念物。在月夜，他的窗前，你用做作的声调唱着假作多情的诗篇。你用头发编成的外环指解虚华的事物，琐碎的玩具、花束、糖果，这些可以强烈底片有一个稚嫩的少女之心的性质来偷的他的情。你用诡计盗取了他的心。莎士比亚，我们粗心的错误往往不知看重我们自己所有的可贵的事物，直至丧失了他们以后，方是认识他们的真假。我们的无理的增嫌往往伤害了我们的朋友，然后再在他们的坟墓之前追凶哀泣。莎士比亚，浪子挥霍的是他的祖业。财迷葬送莎士比亚，虽然权力是一头不值的熊，可是金子可以拉着他的鼻子走。莎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上天升上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因为我们的德行尚不能推及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莎士比亚无瑕的名誉是世间最纯粹的珍珠。莎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莎士比亚无数人的失败都是失败于做事情不彻底，往往做到一成功只差一步就停下来。莎士比亚，女人是用耳朵恋爱的，而男人如果会产生爱情的话，却是用眼睛来恋爱。莎士比亚，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练的法官。莎士比亚俏皮话就像练剑用的钝刀猴子，怎样使也伤不了人。莎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济，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莎士比亚志愿不过是记忆的努力，总是有始无终，虎头蛇尾，像未熟些果子密布树梢，一朝红烂就会离去枝条。莎士比亚一个人看不见自己的鼻子，教堂屋顶上的风信标变幻莫测。莎士比亚适当的悲衰可以表示感情的深切，
过度的伤心却可以证明智慧的欠缺。莎士比亚恶人的友谊一下子就会变成恐惧，恐惧会引起彼此憎恨，憎恨的结果总有一方或双方得到就有应得的死亡或祸根。莎士比亚谦虚是最高的克己功夫。莎士比亚欺人的希望是一个命人，一个时刻，当死神将要温柔地替人解除生命的羁绊的时候，虚伪的希望却拉住他的手，使人在困苦之中苟延残喘。莎士比亚尤其是小孩子的工作，莎士比亚社会建筑在实力上头，所以实力变莎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离口，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莎士比亚一个人思虑太多，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莎士比亚爱比杀人重罪更难隐藏，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莎士比亚必有忍，春乃有己，有容得乃大。莎士比亚一个人无论有着什么奇才异能，当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到别人的身上，他就等于一无所有。莎士比亚皇上就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人罢了，一朵紫罗兰花，而他闻起来跟我闻起来还不是一样。他头上和我头上和顶着一方天，他也不过用眼睛来看，耳朵来听啊。把一切容钱丢开，还他一个赤裸裸的本相，那么他只是一个人罢了。虽说他的心思寄托在比我们高出一层的事物上，可是好比一只在云霄里飞翔的老鹰，它有时也不免降落下来，栖息在枝头或地面上。莎士比亚，如果我们生命的天平平上，一边没有理智的平衡平衡，另一边情欲的平衡，那么我们身上下流的欲念就会把我们引导到荒唐透顶的结局。莎士比亚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莎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表面的彩饰，会在美人的额上绝深沟浅槽，会失掉稀世之真天生丽质，什么都逃不过他那横扫的镰刀。莎士比亚衣服新的好，朋友旧的好，莎士比亚一个人思虑太多，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莎士比亚人们在被命运眷宠的时候，勇却强弱至于贤不孝，都看不出什么分别来。可是一旦为幸运所抛弃，开始设立惊涛骇浪的时候，就好像有一把有力的大扇子把它们扇开了，柔弱无用的都被扇去，有毅力有操守的却会着力不动。莎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照亮别人，
莎士比亚量听这玩意而使人变胆怯，想做小偷，害怕谴责，想谩骂重伤，又怕斥责。良心是在人内心造反的最怕寂寞的家伙。莎士比亚恋爱是盲目的，恋人们瞧不见他们自己所干的傻事。莎士比亚正直的人必须和正直的人为伍，因为谁是那样刚强，能够不受诱惑呢？莎士比亚先言蹉跎，来日无多。二十隶书，请来问我，衰草枯杨，青春易过。莎士比亚思想自由的精灵。莎士比亚上一页123456名言家剧作者，名言以名英国培根、莎士比亚、谚语、歌德、欧洲、丹尔扎克、高尔基、毛泽东、鲁迅、雨果、法国、马克思、富兰克林、罗曼·罗兰、爱因斯坦、泰戈尔、维吾尔族、爱默生、苏霍姆、林斯基、托夫勒、列宁、西塞罗、卢梭、美国、德国、爱先生、蒙恬、苏联、日本、阿拉伯、契诃夫、俄罗斯、蒙古族、恩格斯、亚里士多德、列夫、托尔斯泰。更多名言家具分类：人生、生活、爱情、智慧、真理、时间、科学、思想、人类、生命、工作、劳动、幸福、友谊、知识、成功、力量、社会、价值、创造、理想、道德、自然。更多 http://mengren/mequals%e8%ab%ab%e5%a3%ab%e6%af%94%e4%b8%90%b=6。点疾病自我治疗本温点一点神经与精神疾病头痛。一点服用适量的阿司匹林。二点适度的运动。三点睡觉。四点避免打盹。五点以平躺姿势入眠。六点冷敷头部及颈部。七点热敷头部或洗热水澡。八点深呼吸。九点自我检视是否处于紧张的状态。十点按摩虎口或脊椎两侧。十一点在上下牙齿间放一支铅笔。但勿用力咬紧。有助松弛肌肉。十二点在头上绑绷带。以减少血液流向头皮。可缓和头痛。13点不擦香水。14点勿施力过猛。15点避免吵杂。16点保护眼睛。17点避免饮用过多咖啡。18点避免嚼咀。放松肌肉。19点少吃盐。20点准时用餐。21点避免某些食物。如含硝酸的腌制品、味精等。22点禁食巧克力，因巧克力含前酪胺可能引起头痛。23点勿边开车边吸烟，以免吸入过多一氧化碳。24点少喝酒。25点品尝冰淇淋时应慢慢适应。26点培养幽默感。27点服用维他命。C。
非28点做脸部运动，如扬眉眯眼、皱眉张嘴移动、下颚皱鼻半鬼脸等。失眠，一点硬性规定睡眠时间，二点勿在床上浪费时间，待有睡意时才上床睡觉。三点睡前保留一些安静思考的时间，整理纷乱的思绪，有助安心入眠。四点专心睡觉，不要在床上做其他的事，如阅读或讲电话。五点避免兴奋剂，如咖啡、可乐、香烟及巧克力，尽量在四点前食用。六点避免喝酒。七点避免可能干扰睡眠的药物，如气喘喷剂。八点避免日夜颠倒或作息不定。九点睡前避免甜或油腻的食物，牛奶、面包或水果较好。十点布置舒适的睡眠环境。十一点放松心情。十二点使用耳塞、眼罩等工具。十三点做运动。十四点睡前做爱。如果你认为做爱是一种享受的话，避免邪淫，更勿在生理期坐月子并刚好时做爱。十五点洗温水澡。十六点失眠，情形严重的话要必须就医。健忘。一点加入联想。二点将手做成照相机的样子。按下快门。假设存档。有助于记忆。三点自言自语。将容易忘记的事大声念出来。四点列一张清单。将可能忘记的事情列在纸上，特别是小事。五点将要记忆的东西分门别类，较不容易忘记。六点以编故事的方式将要记忆的事情串联起来。七点把名字与脸孔一起联想，有助于记忆人名。八点寻找事物中的标记物，例如将当时社会上的大事与个人经验结合。九点重点提示以帮助记忆。十点阅读阅读，不断的阅读。十一点不时的给测验自己。十二点保持平心静气。十三点小心药物及烈酒，可能导致健忘、恐惧症。一点逆转负面的想法。二点勇敢地面对恐惧，可以消弭恐惧。三点转移注意力，也许以阅读、朗诵、深呼吸的方式来减少恐怖的想法。四点测量自己的恐惧度，加以记录以了解原因。五点鼓励自己经由克服恐惧来获取成就感。六点避免咖啡因的食物，如咖啡、茶、可乐及巧克力。七点以活动方式消耗因恐惧而引发的肾上腺素。忧郁症。一点面对忧郁要处之泰然，因为悲伤是必经的常态。二点找些事情做，转移注意力，例如散步、下棋、骑脚踏车、阅读等。三点从记忆中寻找快乐。四点找朋友倾诉，加以发泄。五点大哭一场，尽情的流泪。六点冷静的分析情况。七点凡事只求尽力，结果的呈现并非自己可以决定。八点运动有助于克服忧郁症。
如果平日就有运动的习惯，不妨试着耗尽全身力气。九点涂鸦，以写字或画画来抒发感受。十点直接的问清楚怀疑的事情。十一点找些很乏味的事情做以分散注意力。十二点放松自己，慢下脚步。十三点忧郁时避免做重大决定，以免决策错误时忧郁更严重。十四点即使情绪低落，还是要尊重他人，不可迁怒他人。十五点远离百货公司，避免不理性的购物。十六点关紧冰箱，避免以吃东西抗忧郁的冲动。十七点营养能控制情绪，维他命 B 群可以帮助抗忧郁情绪焦虑。一点改变你的态度，以正面的角度看待事物，危机也可能是转机。二点保持乐观，缺乏信心时不妨以过去的成就与未来的美好前景鼓励自己。三点想象自己在一个舒适愉悦的环境中，有助于消除焦虑。四点反复的告诉自己，一切都没有问题，我可以应付得来。五点暂时放松数秒，拒绝受焦虑摆布。六点向窗外眺望，将视线转向远方，避开低潮的气氛。七点深呼吸，八点放声大喊，九点伸展肌肉，有助于缓和焦虑。十点按摩肌肉，以缓和肾上腺素的分泌。十一点按摩太阳穴，可疏解疼痛及松弛颈部的肌肉。十二点左右移动下颚，可松弛脸部肌肉。十三点上下转动双肩，配合深呼吸以放松紧绷的肌肉。十四点洗热水澡。十五点运动可消耗一些紧张的化学物质，虽然使肌肉疲劳，也放松肌肉。十六点听音乐，可放松肌肉，也释放心灵。运车、运船及运机。一点转移注意力，不要一直觉得会运车、运船或运机。二点避免臭味，特别是引擎、汽油味、烟味与腥味。三点禁止吸烟，不管是不是吸烟者，都应远离香烟。四点避免饮食过量。五点保持空气清新。六点避免饮酒过度。七点睡眠充足。八点尽量固定头部。九点坐在前座。十点勿在颠簸的车上或船上阅读。十一点到通风的地方透气，例如甲板。十二点注视固定物体，有助平衡感觉系统。十三点服用孕激药。十四点食用姜粉胶囊。十五点吃点橄榄或柠檬。十六点吃苏打饼前帮助吸引胃液。十七点喝些可乐或其他碳酸饮料。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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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血液循环与内分泌疾病，高血压。1.控制体重。2.减少用盐。3.减少喝酒。喝酒和高血压的关系极为密切。4.维持钾和钠的平衡。比例约为3:1。5.补充钙质。6.避免锻炼肌肉的运动，以免血压突然窜高。7.进行有氧运动。8.考虑吃素。9.经常量血压。10.保持心情愉快。11.少说话。12.也注意配偶的血压。研究显示夫妻双方的血压将互相影响。13.与宠物玩耍可降低血压。低血压。1.做紧压运动。起床或站立前以紧压伸缩的方式握手。可提高血压，抵制突然的血压下降。2.心算可提高血压。愈复杂的心算效果愈好。3.少量多餐。4.垫高床头及调整睡眠方式。使床头高于床尾。并在起床时慢慢坐起。静脉曲张。1.抬腿。2.穿弹性裤袜。帮助血液进入较大且较深处的静脉。3.垫高床尾。有助于睡眠时的血液回流。4.勿穿高跟鞋。5.保持理想体重。可减少静脉曲张的机会。6.避免紧身衣物。以免使血液聚集在腿部。7.小心食用避孕药。某些避孕药可能引起这种问题。8.避免抽烟。9.多散步。10.请教医生。淤血。1.冰敷。每次15分钟。2次之间勿用热敷。2.受伤2-14小时之后使用热敷。3.把脚抬高靠墙。4.每日摄取维他命。5.注意某些药物。例如阿司匹林、抗凝血症消炎药、兴奋剂或气喘药。6.不可酗酒。脂肪过量。1.减少脂肪摄取量。2.摄取淀粉食物。3.远离甜食。4.减肥。5.运动。6.避免酒精。7.摄取鱼油。糖尿病。1.摄取碳水化合物。应有 50%-60% 的热量来自碳水化合物。2.摄取适量蛋白质。应占总热量的 12%-20% 以上。3.减少脂肪摄取量。4.多吃纤维食物。5.减少胆固醇量。6.使用代糖。7.谨慎使用果糖。8.低放甜味剂中的热量。9.少量多餐。10.限制酒精用量。每周不喝超过 60cc 的烈酒。11.降酒精视为脂肪。12.减重。13.定期运动。14.快速步行。15.勿从事举重或需要用力推拉的运动。16.照顾牙齿。维护口腔清洁。定期检查牙齿。使用牙线。
17点佩戴有合适当的假牙。18点减轻生活压力。19点放松身体。20点定期验血。21点使用成药应请教医生。22点血糖过低或太高都要请教医生。23点受伤时必须送医治疗。24点呕吐或腹痛尿液含大量糖分及丙酮，血糖浓度超过200毫克，体温为38度或更高时，请立即就医。25点注意足部的情况。由于糖尿病会减低疼痛的感觉，所以可能为察觉足部已受伤而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遭到截肢的命运。26点定期检查足部，保持前径清爽，将指甲修短，尽速治疗香港脚等疾病。冷天保暖，穿着舒适的鞋子，一定要穿袜子。27点适度补充烟碱酸基、纯花青酸维他命 C、 锌镁维他命 B、 维他命 B、 胰酸头及嗜酸菌等营养品。痛风 1点发病时应提高患部关节，让患部休息。2点使用具消炎性的止痛药，例如Ibuprofen right parenthesis 3. 避免阿司匹林或 acetaminophen 等药物。4点冰敷患处。5点避免含嘌呤 purine 的食物，以避免促成高粱尿酸。此类食物如鱼内脏、肉汁、沙丁鱼贻贝、芦笋、甜豆、扁豆、白花椰菜、菇类、燕麦片、虾贝类、菠菜、全麦面包、酵母菌、肉鸡鸭等。6点补充大量水分，可帮助尿酸排出体外，也可避免痛风引起的肾结石。7点喝药草茶，专家推荐杨拔气 Sarsaparilla 狮草 Yarrow 玫瑰石欧薄荷 Peppermint 等药草。8点勿喝酒。9点控制血压。10点不宜以减肥餐方式控制体重，以免因进食造成细胞分解，将尿酸释出。11点服用为用命药请教医师。过量的烟草酸及维他命 A 可能引起痛风发作。12点保护关节，不要绊到脚趾，同时勿穿过紧的鞋子。13点多吃樱桃，可以疏解痛风。14点以木炭粉和亚麻仁敷在疼痛的关节，将脚泡在木炭粉和水调和的热水中，或是一天服用4次 0.5 至1茶匙的活性木炭，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尿酸量。肾结石 1点摄取大量液体，一天最好能排出约 1.14 公升的尿液。2点控制钙的摄取量，避免摄入过多的钙质，但并非禁止。3点胃药常含有高粱的钙，若罹患钙结石，则服用胃药时应选择含钙量较少的品牌。4点勿吃过多富含草酸盐的食物，包括豆类、甜菜、芹菜、巧克力、葡萄、青椒、香菜、菠菜、草莓及茶。
5点服用镁及维他命 B6， 可减少 90% 的复发率。6点吃富含维他命 A 的食物，可维持尿道内膜健康，也有助于避免结石复发。这类食物包括胡萝卜、绿花椰菜、洋香瓜、南瓜、牛肝。但高剂量的维他命 A 有毒，服用前最好请教医生。7点保持活力，以免钙质沉积在血液中。8点减少蛋白质的摄取量，包括肉类、前酪、鱼和鸡。9点减少盐分的摄取，少吃各种高盐分的食物。10点限制维他命 C 的用量，特别是草酸钙的结石患者。11点勿服用过多维他命。12点若疼胃患者之后又感到任何强烈疼痛或尿液带血，请尽速就医。13点患者应了解本身结石的类型，胆固醇过高。1点注意体重。2点减少脂肪摄取量。3点改用橄榄油。4点不必禁绝吃蛋黄，但一周最好不要超过3个。5点摄取豆类，例如菜豆、扁豆、黄地豆、大豆、黑眼豆、斑豆等，可有效降低胆固醇。6点多吃水果，可降低胆固醇。7点摄取燕麦，可有效降低胆固醇。8点摄取玉米糠。9点多吃胡萝卜。10点多运动，可减少动脉脂肪的堆积，也能提升三餐饭后消除血中脂肪的能力。11点适量的摄取瘦牛肉，可能有益于心脏。12点